大家早安。突然想要梳头，我刚刚在找我的梳子，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梳头，然后就突然哦，梳一下梳一下，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放了这首歌。我刚刚真的是，我一点进去这个 playlist 里面，然后我就突然就会心一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很想笑，因为就是你们还没有进来的时候，这首歌是在正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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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就很想笑，然后一直调东西的时候一直在忍不住很想笑。对，真的是对，然后在刚好在找梳子，我想找到了，狄大师专用梳子，这是陈思源在我22岁的时候送我的生日礼物，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梳子，对，非常好用，推荐大家，如果是女生的话，可以去加购去买一下，对，是男生的话，就相信一般的梳子就可以了，对。谢谢大家。对，然后我今天的妆也是有点乱化，对，乱化的妆，哎，好看就好了，哎呀，没在 care， 没在 care， 好看就好，好看比较重要。加上这个特效 ，Oh my god，perfect，Oh my god，why I'm so perfect？ 啊、oh, ，pretty pretty please，don't you ever ever see fear？ 不会歌词。这首歌考你们，有吗？3、2、1，就是 Take on me， Take on me， Take me on。礼拜天，明天你们就要早起了，今天趁早先嗨起来，好不好？对。我真的是晚上比较嗨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是因为有梳子吧。核心核心公主。阿弥陀，等一下，错的，好早啊，6点起床，好早啊，天哪。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如果我工作7点集合的话，我大概4点就要起床了。4点化妆到6点出门，然后7点到，我就这样，对，比较担心这个时间上面。嗯，这个歌很经典，没错啊，对对对。而且我今天早上都一直在玩 Apex， 嗯，就是很好玩，然后就是我超废，然后我跟我哥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玩？然后我哥就啊，因为我哥是以前就有打过 Apex 的人，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哎，你跟我一起玩啦。他说好，结果他比我还要废，天哪！好，自己说。可是我哥是比我更有经验啦，就是打游戏方面。我小时候为什么会开始打游戏呢？都是因为我哥，我哥教我，然后我就开始哦，知道可以下载一些游戏玩，然后就变成我也是一个喜欢打游戏的人，对，就是可能是因为 Apex 我还没有习惯它整个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就打的有点就是还好，你懂，就是还好，对，这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然后因为我哥的关系，所以我就突然说啊，我自信又回来一点点了。我真的怀疑我哥是想要替我增加一点点自信，所以他才故意打的那么就是有点废废。对，因为呢，我打 Apex 呢，我都通常会玩那个大屠杀的那种模式，所以呢，就是通常会撑到第10队以内，对。可是最强的一次就只有第2名，对，第二队，整队第2名，小队里面的第2名，你怎么就是整个地图里面的第2名这样子，没有试过第一，就有点唉，可惜。对，他是有那种角色，然后每个角色有自己的技能。我还要下载特战英豪，可是我现在还没有打到特战英豪，我先玩 Apex 好了，因为就是先摸好一个游戏，然后再摸下一个游戏，就比较好去适应，一个新的游戏这样子，对，就这样。可是手机游戏比较好，
就像 COD 和 PUBG 比较容易拿到第一名，因为里面很常会有一些就是可能是电脑，对，可能是电脑，因为不一定每个人同时都在打一个手机游戏嘛，电脑就比较有可能，因为电脑就大家就是蛮流行的嘛，可是手机游戏就不一定，所以就是电脑的话比较容易排到比较多真人，对，手机游戏很多都是假的，就是一些 AI 之类的，对 ，Apex 很多高手，的确，我有个朋友打到已经是最高等级了，可是他其实就是比我厉害一点点，对，就是对，可是他玩很久了，好几年了，所以都就是对啦对啦，是这样。我自己觉得枪法的游戏比较适合我，如果你说是角色的技能什么的，我觉得我没有很会了解一个角色的所有的技能啊、特质之类的，可是如果你让我去了解枪支之类，我就会比较有熟悉，然后枪法什么的我就比较熟悉一点。还有对面对面人有射远射的时候就会比较易射。我比较，如果身法、人物特性还有枪法的话，我会比较偏向于枪法那边。对，就我比较是枪法为主的。以前是玩狙击枪比较多，可是像 Apex 现在玩的大屠杀的。大逃杀还是大屠杀，反正就是差不多的，就是那种刺激模式的话，你要去捡枪，然后你要去捡很多东西组合，然后你要还要自己去捡镜头，就是我就觉得会对我来说有点困难了。对，没错没错，的确是。然后还要认识一个游戏角色就有点难，就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Every breath you take， 运气。突然哦 ，Michael Jackson， 啊，好赞哦！对，是，而且我都，如果你说游戏方面的话，我比较少接触的是恐怖游戏，因为我很怕这种被追的感觉，就是被丧尸追，被一些生化人追，我觉得很可怕，所以我为了是避免让我有一种这种可怕的感觉，我就会避免玩恐怖游戏。可是我相信玩恐怖游戏一定是效果是最好的，因为是大家都想要看到你的反应啊，然后看到反应就觉得哦很有趣之类的，所以其实就是恐怖游戏比较会吸引更多观众去收看。然后像这种比较考技术性的游戏，真的要去看实力，不然就比较少人会看。对，第一人称最怕，对，而且如果你还是戴 VR 眼镜去看这个屏幕的话，更可怕，很可怕，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我跟林梦辰一起打 Apex 的话，我相信整个影片都要关静音，因为我们会疯狂啪啪啪啪一直骂一直骂，那边走一走一走，前面就是一直骂，所以一定会就是疯狂的，就是要被就是静音这样子。对，3D 晕就是我觉得是随年纪啦，对，还有随你的习惯，如果你一开始不太习惯的话，真的会晕，真的。真的，小小的一起玩约金吗？可以啊，我还没有加他好友，我去问他，再去问他，密他。可是我真的，我没有下载 LINE 耶，我的电脑等一下。
对，下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刚看到有人问哎、欸，我想一下，我只记得歌，这个、歌叫什么 ？Smooth Criminal 吗？不是啊，对 ，Smooth Criminal， Michael Jackson 的。咩会唔会梗系会啦？傻啊，边有可能唔讲啊？想讲真系，如果你作为一个人类。你唔講出口係真係一件好難得、好犀利嘅事，所以我會十分敬佩呢一啲人。但好似我呢啲咁嘅粗人就一定好難得、好犀利嘅事，所以我會十分敬佩呢一啲人。但好似我呢啲咁嘅粗人就一定。我回來了，回來了，因為我剛剛手機要登入，不是電腦要登入 LINE， 所以。我刚刚去认证一下，不然我没办法登入。对，然后去找一下李梦辰，问他 Apex 名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OK， 等一下就去加他。了，系好难唔讲噶，即系系咯。这什么？为什么？我只是爱一个，就是 eighties greatest hits 这样子，然后突然就放这首歌。谢谢 LWJ。对对对对对。笑死！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就是很为你加油的感觉。等我一下。为什么以前的歌一直那么的澎湃，很赞，澎湃？超级澎湃！追求的是什么？这你们知道那个吗？电脑有时候打开游戏，不是打开游戏，电脑有时候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些东西会弹出来，就是一些可能，比如说 Steam 会弹出来 ，Line 会弹出来。可是如果我不想的话，那我要怎么去调啊？要怎么去用啊？设定？不是啊。开机的时候手机都会那个，对对对，自动启动，我超不喜欢自动启动的东西，对，自动打开的东西我超不喜欢的，所以就一直很想要设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设定。工作管理员，
我这每次都会，就是每次想要设定的时候都会忘记怎么设，可是我都曾经有做过这个东西。那怎么放这个音乐很澎湃？到底要是怎么调整这个自动启动的功能？到底要怎么做啊？我们要加油的感觉，救命！为什么？我是工作管理啊，我现在是工作管理，我开了，我开了。效能，效能，是不是？现在我的 CPU 是2%，用了2%，机体用了6%。笑的时候在讲什么？开机啊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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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停用哎、欸、我看到了，哦，也停用，已启用，已启动，已启用，不用启用这个，这个可以停用。哦，看到了，看到了，太赞了，停用。OK 啊 ，Steam 啊都我明明有条说，就是我的。Steam 要一直保持登录，为什么他都没有一直保持登录，害我一直要登录，这我很常会忘记密码，因为我密码太多了，所以我很常会忘记，然后当我忘记的时候因为一直猜，因为我密码很多嘛，所以一直去猜，一直猜，一直猜，然后都不一定不一定会就是登得进去，然后有时候会说，哎、欸，你登入太多次了，所以你就不能再登入，然后你要等一下之类的，就气死我了。好，有了。Steam 很多，蛮多朋友的，可是这以前高中的那一种一起打游戏的朋友，对，然后最好的朋友就是我哥，笑死，好友名单有一个在线上，竟然有朋友在线上，天哪！看一下 Steam 有什么好玩。爱君密码不要忘记，我相信我已经忘记了，可是没关系，就是要找还是可以找回来的。对啊，发夹是平常送的，就是他那时候去红白的时候，给一些成员们买了一些欧米茄，然后我就有了。只有我有，你看我有平安上的发夹，你们没有，自己买吧，你们。现在是玉安的香槟，6年级，赞赞，谢谢玉安。我看一下我的收藏库里面是什么，是 Apex Black Squad Cry of Fear Drawful 2，这什么游戏啊？Has Natures Race of Incarnates， 是什么？我在收藏一种很多我都没有玩，都玩过又没有玩过的游戏，你懂吗？ Run and Fire Six Rainbow Six Tomb Raider， 这那么熟悉的游戏，天哪 ！Trove， T R O V E， Trove， War Trigger， 三，为什么会？为什么？Cry of Fear， 我记得 Cry of Fear， 我真的玩到疯掉了，那很好笑，超好笑，就是一直跟朋友玩那个玩 Cry of Fear， 我看一下那个，对。这次会疯掉！天哪，怎么会玩这种游戏啊？还有，我有玩过一个游戏，是跟朋友就是躲来躲去，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躲猫猫模式的那种，很好玩。后来几耐，我谂起码都中午嗰阵时开。中午的時候，跟住好耐，其實都唔係話一定每日都會打開。Elden Ring， 我知道 Elden Ring 是最近我哥也有玩，可是我沒有玩，因為就是好像沒有很大的興趣。對。什麼歌？
这个吗？ Time after time 吗？还是是吧？对，这我记得以前的电脑玩那个 Rainbow Six 也是蛮哦，就是 CS 有龙炮CS 我知道啊，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哎，也不是我 OK， 我的朋友不是我，因为就是朋友是超厉害的人，然后他曾经就是打到变全港第一名，我就觉得超猛了，怎么可能这种人会出现在我身边，真的是觉得太猛了，太厉害了。 Dead by Daylight Dead by Daylight 我也有玩过，真的是 Ghostwire Tokyo二，这个 Resident Evil 我也很想玩，可是这不敢，你懂吗？不敢。It takes two 好像蛮可爱的，这个我要那个推荐给朋友看看。双人成型是怎样？这样蛮可爱的。复制贴上，传给我朋友看看。有时候有一些游戏啊，就是出太多。怎么说，就是出了太多那个版本之后，我就会觉得啊太强了，就是我没办法一直追它，就是如果是两三代的游戏的话我 OK， 到三我都可以接受，到四的话就觉得啊开始太多了。对，李梦说觉得 Apex 很难，他说你会吗？我说我要回他说我很强死还要回他。我对丧尸的游戏也还好，就不太能那个。他说叫我加他好友去加。Time after time, if you know,心账户会被限制使用某一些 Steam 的社群功能。白痴哦，我不是新账号，我是老账号哎，我超久，我在这里，我还买你们的 Rainbow Six 哎，拜托，他不让我加好友，气死我了，是怎样？跟李梦辰说，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我刚说你加我吧，他把我设定成新的账户，我哈，我这个账户开超久哎，怎么会这样子？气死我！对，什么音乐？你是在嘲讽我吗？嘲讽？怎么会这样子？气死哈！我买你们的 Rainbow Six 哎，你这样子对我 Steam 你怎样？气死！哎，佛系，我来跟他讲一下。啊？为什么？气死我了！我哎，算了，其实也。就是我懂，太久没打开游戏，其实也会就是这样，对，可能是因为地区吧，对，我本来是在香港地区，然后换成台湾地区，
它就是变成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是被当作就是新手之类的，气死我，怎么可能？让他加我好了，可以被加，可以被加，哎，对，我昨天我加朋友的时候，就是我想说，哎，为什么我没办法加人，然后就说啊，你加我吧，结果是因为这样子哦，超太白痴了，真是太白痴了，超生气的。没事，它只是一个游戏。哦，录个音，等我一下。等我，哦，录个音，等我一下。我知啊，好耐之前睇过呢个游戏，但我记得佢系之前系 PS4 嘅游戏，系咯。就是呢，我一个朋友他给我传一个流浪猫的游戏，然后我记得我看过这个游戏，然后这个游戏是在 PS4 上面的，对，我就跟他说，哎，我看过了，就是这个游戏，所以就是好像会出吧，就是对。气死我，为什么？Whisper， 我哎，先回一下讯息。我的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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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新账号不能加好友，气死我！名字不是，他说我是新用户，为什么啊？是我太久没打开，对不对？给我加 ，Please stay。I believe that they bad。Apex 是用我用 Steam 啦，可是如果你有 EA 账户也是可以用 EA。咦？还是你说的是特战银行？不是 ，Apex 对 Apex， 我有 EA 的。我有 EA 的，为什么我要用 Steam？ 我 EA 还有氪金哎，救命！等一下，我等一下打开看看好了。我要跟李梦辰解释说，但我明明开了超久的，久怎么打？打人就打。哦哦哦！我打到了 ，T T Q Q， 推荐用 Steam， 我用 EA 看看，就是如果。我用 EA 的话会怎么样？就是会是应该是会新会不对，我在讲什么？应该会，我应该会是新的账号，对。可是我也没有试过，所以就看看如何。他说我在用，他说我正在用 Steam 去玩 Apex，欸，我可以换账号吧？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吧？超有感情，为什么我唱歌变这样子？没办法耶，不行耶，我现在是用 Steam 耶。我都不知道，不要问我这种账号的问题。我刚刚都已经被说我是那个新账户，我不是新账户，我是老玩家，老玩家。
喝酒。在 Switch 上面打 Apex 是超难的，就是会是有一种我在干嘛的感觉。对，因为我有曾经用过 Switch 打 Apex， 然后对 Apex， 然后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控制，觉得很困难，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大困难耶。对，想跟我打游戏，那你要有带我打到第一名的一个自觉 ，OK？ 不然你真的是大事才能跟我玩，不然我会真的是雷到你会生气。对 ，Switch 打 Apex 是很难控制的，嗯。等一下。我想说，我这个 Apex 我调了，开启我的麦克风。对，是要储值跟消费$5，对，的确是。但我刚刚说了，我是一个比较会枪法的人，我对于一些可能游戏里面的点点，嗯。那我刚刚说，他说什么？我刚刚在音效里面，我按了打开麦克风。那如果我真的打开麦克风了，里面的队友都会听到我在放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然后也会一直听到我在讲话。可是我刚刚已经把那个麦克风关掉了，对，把队友静音，我不会耶，因为我的队友都是我认识的人，所以我都不会静音，就是会一直可以沟通的人。和队友一起唱，队友就会发现，哎，你是这个直播吗？我在听歌，哎，你是小迪哦。我就说哦，然后就是想说，哎，你看到我名字，你就会笑我吧，因为就是我的名字还蛮可爱的，对，就是一看就知道，哦，应该是我吧，这样。啊，对，我哥也是用 DC 沟通，可是我说，哎，没关系啊，不用 DC 啊，就直接用手，哎，电脑就好了。对啊。哒哒哒，我现在已经开了一局，可是我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聊天，放心，不会有打 Apex 的人可以就是，哎，天啊，救命，他们去哪？我的队友怎么飞到那么远？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还 Apex 的音收又没得好，哎，对，的确是 Apex 里面的收音没有到非常非常好。我跟你们讲，我太白痴了，我刚超白痴的，我哇，讲一件事情，刚刚我跟队友们脱离了这个一起跳伞的那个，对，我都脱离了，然后呢，我就不小心 ，OK， 我想要去找他们，结果我一跳下去，我就跳到那个，我就跳到那天空里面，然后我就掉下去，我就死掉了。对，我飞的时候脱队了，我该怎么去转播我的那个画面给你们看？应该没办法吧？现在没办法，对，对，我对，等一下，我就说，对，就是会，我跳到那个空地，我就是，哎，可是，这意外很常有，对，意外很常有的，没事，只是意外，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会跳到那个奇怪的洞里面，然后死掉。我还是不小心滑进去的哦，而且我刚刚想要按前后左右的前，我还按了一，完全没有在看着按一，为什么我不动？结果是因为我没有跟着按到 W， 这样。
死掉了，发生劳动流天海还有繁星，我跟他们同队，有没有人？没有吧，对吧？好了，他们 carry 我好了，我就是来就是玩，对，我也不想。Asha， 你的名字很特别，其实每次看到你的名字，我都很想要念一下，就很赞，就是有什么什么傻之类的，我都觉得还蛮喜欢这样子。可能我以后名字叫做 Disha， 别人是 Asha， 我是 Disha。天哪，等下我去那个捡一下东西好了。Me up before you go go。哎呦，有敌人，可是我没有拿到枪，我没有拿到枪，我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只有拳头，还有剑，所以我真的是，我要，哇！救命！我没有枪哦，没有枪。谢谢你的弓箭。OK， 没事。谢谢你，给我一个吧。还有没有子弹？就是我要怎么打？请问，买完 Apex 的。没有子弹，完全。等一下哦，换一下，我去找队友。什么什么想？不用，用自己的名字就好，就是自己舒服就好。我真的觉得啊，名字很特别，就想这样子讲，对。啊，这好累，而且我没有戴耳机，完全什么都听不到的感觉。没事，我希望我队友不要开麦，不要讲话，不然我真的什么都听不到。然后我某一天我就说，哎，就是我跟朋友们说，哎，我买了，不是我买，是我跟。送我新电脑了，我可以玩 Apex 耶！然后朋友就说：“哎，你是不是要当电网直播主？”我说：“不是啊，虽然我想，可是有点难，因为毕竟就是技术可能没有到那么成熟，再加上可能我没有到真的就是很猛的那一种，所以就是有点可能就是我打了没有人要看，对不对？对 Apex 听心。”听声音会比较好，的确是，因为就是你要听脚步啊，还有一些可能子弹啊之类的声音，所以这的确对于声音来说是很有需要的，对。然后我觉得很好的是，因为这个 Apex 啊，它从很高很高下面掉下来，它是不会有这个伤害的，所以是蛮好的，对。对于我这种很常就是从上面跳下去的人，就我一直说游戏里面的，就蛮好的，对。所以就谢谢。突然谢谢，我刚刚从就是没完全是没枪，然后他们都开始打架了，我都有点吓到，然后去打了那个敌人一拳，就打了一拳，就真的啪，然后就是还被旁边的人打，所以我刚刚有点。就是有点措手不及，没办法去控制，就是哇，我要怎么办？就是我又没有枪，遇到敌人怎么办？所以就他有点吓到。虽然我知道现在大家可能都没办法看到游戏画面，可能会有点啊不过瘾，可是就可以听我讲，应该也听得蛮开心的吧？就是听我一些很白痴的事情。应该会蛮开心。我捡到一个紫色的枪，不是，紫色的甲护甲，对。怎么样？刚刚有人说什么？啊，看不到。
谢谢博成的小羊爬餐，去找回我的队友好了，不然他们会没有我，他们会不安心啊，因为就是我是一个蛮有技术的人，有技术还跳楼，我真是快笑死。去找他们好了。我跟你讲哦，繁星跟那个 You can 嗨先生，你们好，我是小迪。你们应该开心哦，小迪奇跟你们一起打游戏。他们应该不知道我是谁，我没有开，对，我是生命线，对，我主要是医疗的那个，还有二零，对，其他的都就是没有到非常会玩，二零是比较我可以掌握到的一个角色，对。宣传 IG， 我要怎么讲？我要开麦吗？请追踪我的 Instagram 吗？我都没办法开，我没有戴耳机。嘟嘟嘟！其实，在游戏里面宣传好像也蛮好的，确实，我自己觉得。等一下，我看到敌人，听到声音吗？我打到哦，我有打到哦。我现在是没有镜，没有那个啊，我是没有镜的。等我一下，对，我没有装那个放大镜，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就是打什么目标，所以我需要非常的关注、专注力，专注在我的 Apex 上面。所以我刚才已经打死一个人，耶、yeah!！哎呀！你捡东西，你捡东西。对，应该是没有敌人了，刚吓死我了。好了好了，现在我的队友很厉害，就是 carry 我，凯瑞，你叫的凯瑞，也在凯瑞，不错，赞赞。前期给你们，哎呀，赞叹一下。耶、yeah, ，我有杀数，我有贡献哦，跟你们讲，我有贡献哦。我按什么？治疗，等一下。好想要给你们看画面哦，可是给你们看画面是不是就代表着你们会看到我的名字？那这有点危险，也没差，我又不会加你们好友，对不对？啊，你好像还好，对。等一下我一直找东西来自己来，像天使跟恶魔一样，就是自己跟自己吵架的感觉，就是一个。其实也还好，我觉得反正我都不会加你们好友，其实应该没事吧？对。可是毕竟会有一定的风险。那如果我另外开一个账户的话，应该就可以了吧？就是正 AC 跟负 AC， 然后两个一起玩，然后你们都也不知道我是谁，这样。等我一下哦，关注一下。隐藏 ID 的设定哦，我觉得可以隐藏一下 ID， 这还蛮好的。金色的甲，赞赞，等一下，
啊，我现在我捡到金色的甲。哎，可是这样子的话，我要把那个你们的留言也要显示在我的电脑上面才行，不然我的话，我真没办法兼顾两边一直看留言，还有在专注在打人身上，对不对？对，要一直说对不对？对不对？对，对不对？对不对？对，好可爱啊！哇，看笑看笑了。怎么那么多夹？好多东西，好多很实用的东西，可以在网页版看留言。这样子两个直播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话，我电脑一定会过热之类的。然后我就要买个散热器，一直呼呼呼呼呼呼呼，因为我的电脑啊，它散热啊，就已经那个声音会超大的，就会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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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这样子。所以就是对，就是和平使者，我没有要用和平使者。对，电脑会一直呼呼呼呼呼。虽然看画面要看留言，还要讲话，然后还要专注在游戏里面。而且其实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我平常打游戏的介绍。我平常打游戏啊，我会戴眼镜，因为我觉得戴眼镜看得比较清楚。就毕竟我是偶像嘛，偶像嘛，所以就还是要漂漂亮亮的在打。所以戴隐形眼镜去打游戏会有一点，多少有点影响，我自己觉得影响那个就是。影响了，就是那个自己的技术的部分会被影响。对，眼力很重要，而且你还要跟队友沟通，所以会有一定的难度。我自己觉得，直播打游戏的部分，什么啊？这真的吗？就是。电脑会一直超大声的，等一下我打完这局我都会停，我只是突然很想要，我看到敌人，就是你知道吗？就很，就是，等我一下，可是没有劲哎。没有看到人。我看到了，可是太远，友善沟通，对，没错。还是我要去打架？你觉得我要去打架吗？可是我没有进啊。行了，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我刚刚就想说要不要去。打架！等我，等我，等我，等我！行啊，行啊，复活了，那就。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OK， 还有人吗？应该还有队友，他的队友之类的。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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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可是你知道我打游戏，我会超丑的，就是我一直是说我做的很丑。对，我做的有点不太好看，所以我会有点脏。我现在我捡到镜头，对，我要戴眼镜。我是一个有近视的人，我是一个近视蛮深的人。大概这个，等一下，有敌人，我看到敌人。就是我是一个有近视的人，大概400多跟600多度，
右眼是六百多，左眼是四百多，等一下，对，四百多，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啊，那边，等一下。先打了再说，等一下。哎，我要被打，等一下，去救一下队友。第几名啊？看一下。对，因为输了，死掉了。我们是小队第二名，小队第二，所以我们就是总是就是上到第一名，你懂吗？这很难。虽然我刚刚是单排，对。对，就有点难呢，谢啦，你们可以就是对，我现在专心在直播好了。啊，原来我的80年代 playlist 已经放完了，所以它刚没有音乐。眼镜不错，没有，我眼镜，我不喜欢戴眼镜的样子，所以我是不会戴眼镜的。我刚刚一直打都打不死人家，太难过了。我最近很爱吃牛奶片牛乳片，要怎么讲，反正就是这种骨钙。兔子在睡觉。谢谢阿成的香槟六年级。没有啊，我一直打到，可是对方都没有死。羊乳片跟牛乳片差不多，一样好吃。在睡觉，不要吵他好了。他有吃电脑的醋吗？好像没有哎。这是一个怎么样设计啊？这是可以打开，看起来好像可以打开的感觉。有没有？可是它只是一个塑胶。有什么样的机器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然后是可以开灯之类的。我吃东西好像兔子，是因为我有这个特效吧，对不对？兔子，那这个什么，然后就这一点，特别像我搞啃，我也觉得我兔子。不想要我去弄他搞他，
就他可能就想要自己安安静静的，可是我一直在哎，星星他就有点不要抱我，不要不要这样傲娇，可是他有时候很像我这样子摸他的头，他真的很可爱，超可爱的，兔子很可爱。我想要直播打游戏，我看看有什么方法。浪 life 应该是没办法吧？浪 life 直播游戏。我一直会觉得啊，直播打游戏可能要用很多东西，可能要就是下载很多东西，觉得啊有点好像感觉有点麻烦哦，然后就没有用这个东西，也没有去查。哎，好像可以耶。用好了就可以直播，也不用怕不知道讲什么。三分钟教会你游戏直播 ，OK。那这样子大家就会知道啊，我再开个新的账号就好。小迪你好 ，Hello 你好，直播设定很简单是吗？不觉得耶，感觉这不简单。了解一下，我都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可以就显示那个画面，然后不显示其他东西吗？就是不一定是整个画面给大家看，就只有看我的游戏画面就好。镜子是个土法，但有效。对，我知道，我懂，我懂。笑这个东西真的很有趣，我在看怎么用了，我在看了。看到 OBS 这个东西，我正在看了，放心。
可是他们好像都是录音哎，我不是录音，是录影，我都不用录影哎。对，我知道 Apex 很吃效能。串流？你说 OBS 可以串流，对吧？比我还要懂这些东西。那这样子的话都可以，这样的话都看不到我啊，对不对？这看不到我的脸。跑的话，可是现在我直播的话，跑的是我手机的那个流量，然后电脑的话就是跑电脑的。可是因为我这边有插线，有网路线，所以就比较不怕这个东西。电脑额外镜头，我知道有那个额外镜头，可是。额外镜头的那个画面要好看，也是要抓一下。这真的很好吃。我看浪来好像比较少人在直播游戏。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照电脑屏幕，然后镜子反映我自己，这样子会比较好，因为我会觉得主要是游戏的画面吧。对啊，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游戏画面。我知道啊。直播游戏可能在别的游戏，直播平台比较多，比较流行。让来就是才华唱歌啊，什么才，就反正就是才华比较多了，对。我本人，我的画面哦 ，OK， 我懂。吃完，把它先打开。浪 play， 所以我们是浪来。我看到了，浪 play。浪 life 比较多的是，才华的部分，唱歌之类的。我看到了有些人在直播，通常是聊天，
讲话唱歌，对对对对，唱歌比较多，发现很多女生都在上面唱歌耶。播平台叫做浪 play， 其实真的，我觉得直播界真的是蛮多竞争的，因为只要你有一台手机，你就可以做直播了。小迪有最后还是没有看到那个香港群组，可是自己找代购买了四包。如果是指定的话，只有一款。会是一定会有我的，比如说 ABC 款就只有一款会有我的，然后其他两款都要用抽的这样子。那你应该要看下浪入边嗰个，你睇下浪入边有冇人找你，我觉得应该可能会用嗰啲方法嚟找你，或 DM 你之类，即系可能浪入边嘅收件箱你去望下。可以，可能要找人換，香港都應該有人會買，所以你找人換應該 OK。 我在看什么？星星星星星星。你说那个吗？那个另外一个直播平台嘛？我就七包，你可以同人换，如果冇嘅话可以同人换。我刚刚在看一个电影叫做明天过后，还是明日过后，还是 明日之后，反正就是讲气候变化什么的，然后就突然地球结冰了，很可怕的那种灾难电影。我最近都很爱看灾难电影，比如说2012末日预言，还有一部叫做那个地心什么那个英文电影名称叫做The Core。 对，我都最近都在看这些，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都在看灾难电影。没有到很久，2004年还好吧。 The Core 你们去看地心冒险，应该算是那个吧。对，是那种，对对对对，传说中的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后天，对，就是那部后天，那个很好看，我还没有看完。对，刚刚在看到一半，然后就要直播了，等一下再去看看。就是因为那个什么The Core 那部怎么叫什么地心冒险嘛，是吗？刚国术要讲到那个，可是我划不到那个在哪，就是对，谢谢爱思抽风的带你去流浪。然后就是那个地核都不动了，然后他们要找人去去那边爆炸，就是放炸药让那个地核再次转动什么的。不是地心冒险，当然不是地心冒险，是有趣的东西。
是有趣的电影，超好看的。地心毁灭，对，地心毁灭。然后这是本来是 一个 team 的人下去，可是最后就只剩下一男一女回到地球上面，因为途中出了太多的意外了，然后就没办法之下就只能抛下一些人。对，哎，有一部我刚刚想到一部叫做《海神号》，《海神号》也超好看的，你们可以去看看。我说的《海神号》是比较老的那部，1970几年的，是吗？我等一下，好痛！等一下，那个叫什么？哎，《海神号》，《海神号》那部超有名，你们可以去看看《海神号》。你还记得岩浆从下水道冲出来的一部电影？你说的是那个吗？那个地心探险记还是什么的那一部的？这是 The Rock 演的那部的一，你懂吗？你懂吗？就是那个。我讲的海神号是1972年的那一部，1972年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然后我觉得真的让我很震惊，因为它是很常会有一关卡，就是把他们就是卡住，所以他每到一个关卡，他都会有一个死掉，然后到一个关卡一个死掉，一个关卡一个死掉这样子。2006年的也好看，两部都好看，看你们比较喜欢经典一点的，还是比较喜欢看新一点的，就是现代一点的，你都可以去看看。有一部是1972年，另外一部是几年呢？另外一部是看看哦，2006年，你们都可以去看。对对对，The Rock 演的是第二集，有第一集跟第二集。然后我喜欢的是第一集，因为这太白痴了。然后 The Rock 真的，你不觉得他很综艺吗？我每一次看到他就是很想笑，就好像看到陈思雅一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是很可能认真演戏，可是他还是带有一点综艺喜感，所以就觉得很有趣。然后 The Rock 他不管演什么东西，以前香港网民也有讲过，他不管演什么东西都是在演自己，就是在演 The Rock 这个人，所以我就觉得太好笑了，太好笑，太好笑，太有趣了。野蛮游戏啊，我有看野蛮游戏，那个是你开始了这个游戏之后，你要把它结束，所以就是到最后才可以把一些神奇的动物啊什么的，就把他们就是吸进去游戏里面。那一部真的太好看了。彗星撞地球，你说的这一部是那个派人上去太空，然后把一些那些陨石把它葬，就是爆破放炸药，把那个碎，就是把那些陨石炸掉那部吗？那部我也看过，那部超好看。浪粒是要用手机才可以看到 DM 啊！你快啲快啲用手机开浪粒，真的很好看诶！灾难影片，而且每次看到这种灾难影片啊，都会赞叹这个地球，就是觉得哇，地球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星球，还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星球，一个地球，对。真的炸陨石是世界末日，是哦，真的太多世界末日的这种电影了，所以真的这种灾难电影太多，让我有点很常会忘记啊，哪一部是哪一部这样。
实是那个 I don't wanna close my eyes Don't wanna fall asleep Cause I miss you baby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诶，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来听，突然很想听哦。我一打 don't， 它出现的是 don't look back in anger。Don't wanna close my eyes. Don't wanna fall asleep 'cause I miss you, baby.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然后我还记得最后那个爸爸跟那个自己女儿的男朋友。嗯，要上去执行这个任务，可是这个宝宝就说，就是因为只剩下几个人了，所以他就说，我的女儿需要你，你要好好替我照顾我女儿之类的。然后他就自己一个留在那个陨石上面，把那个石头用手动的炸掉，然后那个男主角就平安的回到地球上面，嗯，但是。太难过了，这故事真的。唉，怎么要这样子？为什么总要写成这么悲剧？我觉得不要那么悲剧。太难过了，那个后劲很强。唉，为什么一直闻到黑黑的尿尿？我真的一直闻到他的尿尿。Don't wanna close my eyes, don't wanna fall asleep, cause I miss you, baby,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day. Cause even when I dream of you, the sweetest dream I ever knew, I still miss you, baby,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day.我是传奇要拍第二集，我知道 Will Smith， 我超爱他，看他演的电影真的很有深度，你知道吗？而且他那个眼神可以告诉你很多很多的故事，就觉得很棒。真的 Will Smith 是一个很伟大的演员，很厉害的演员。我没有看 Don't Look Up 欸，可是我知道这一部很多人跟我推荐叫我去看，我刚刚有点太近，对不起，这很多人跟我推荐，可是我没有看。千万别抬头，很妙，我都有点被他的剧集啊，就是被他的名字影响到我，好像不太想要就是点进去看，因为这有点微妙。对，可是大家都跟我推荐这一部，很多人跟我推荐，嗯。好像不错，好像蛮不错。我真的觉得我兔子在乱尿尿，我去找它好了。找一下它，
跑掉啊！我就想要亲亲他而已，他就跑走了。真的是，很伤，很伤，很伤。我妈妈没有妈妈，小妹没有妈妈。你看，你看，妈妈婆婆，你看。表示不要烦我，他连头都埋进去了，你看到吗？你看到他眼睛了，先生，他在生气，他在这样子，他生气了，他不爽，他不爽，你看他不爽，他不爽哎。不爽，不爽。对啊，心是我的宝贝儿子家，我亲爱的小情人。啊！不要这样子吓我！孩子被他吓到，他是我的小小情人家。小小儿子，桑桑，他不要我了，我太难过了。我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养大的，然后现在竟然逃出我的手，好难过。他的大便好臭，为什么？他最近都吃太营养了，然后害他那个大便都会有点味道。他，你知道原本兔子大便是没有味道，就不会臭臭的。可是因为他吃太好了，所以他现在有点大便是有点味道，这很就有味道，这不好，因为他不好，对我也不好。因为我是妈妈，对啊，他在哪里大便？为什么那么臭？天哪！为什么？我闻不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出问题了，完全不知道。等我一下，我再整理一下星星的家，星星之家，完全不知道问题是在哪。变成乌流啊嘞，乌是乌臭的嘞，啊，臭臭的呀，什么？臭臭生生，臭臭生了。我妈妈这里乌流。可以。So sad, can't wait. She knows it's too late. Let's wait, walk it on by. 悲剧，好悲剧哦！香香啊，不要我了。She knows it's too late, and she's walking on by. So fly,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大家都需要一点空间。She said.好饿，好饿。
其实我不饿，只是想吃，可是又不知道想吃什么，所以一直喊很饿。我一直有抱他，可是他都不爱被我抱而已。他青春期啊，他长大了，他变大人了，快三十号了，还有十天他就变完整的大人。其实我一直很想发 Instagram 发文，很想发文，只是我不知道发什么，因为我找不到影片照片，不知道要发什么。所以呢，现在我的贴文里面还是666，你懂吗？666，气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找不到照片呢、欸，就是我想发，可是找不到想发的东西，你懂吗？真的，该怎么办呢，各位？要早都吃好吃喝，压喉中顶着塞牙不动，在空气中你比谁更落后，同样换酸的地回家，如果正在播新闻报道，看我护士发现一对男女地底街里失踪，发星星，他不让我抱，怎么发跟他的合照？手背都发酸，要归头。周国贤正，我冇听 Cola 新歌啊。等等听，等我一下。为什么我的 DC 没办法开？快到了，站站。有了有了有了，开到了。分享一件事情，哎 ，BNK48 发了新的 MV 了，我等一下可以去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个
蛮有趣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要找对音乐。OK， 这有趣的事情呢，什么呢？是这样子的，某一天，我走去全家里面，然后发现哦，全家音乐变了，我还在听那个音乐，就是我还在停留在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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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个音乐，然后他最近换新的音乐，所以我有点不太习惯。好，那我走进去，哎，全在里面听到新的音乐，哦，很奇妙。可是呢，我就突然就忘记我要买什么了，哦，所以我很慌。OK， 想到要买什么了，去拿，拿了之后去排队。OK， 排队想要结账嘛，可是我因为戴着耳机，所以就一直听到我的音乐。然后另外一只耳朵没有戴耳机的，就听到那个全家的一直有人在出去进去出去进去的那个门的那个音乐一直放一直放，然后呢就觉得哦很神奇，一边在听，然后一边在听我的歌曲，然后呢突然呢就哦换我结账 ，OK 换我结账了，好，可是，在换我结账前，后面有个人在推一个那种手推车，因为他要运送那种商品货品，所以呢他就是可能我拿的东西比较多啦，所以他就说哎，小姐小姐小姐，可是因为我耳朵在听那个门的音乐，另外一只耳朵在听我的歌曲，然后有人在说小姐小姐的时候完全听不到，所以他叫了大概四五次我才听到了，他说啊接过一下接过一下，就是他有想，他说了啊，想要请接过一下，不然可能会撞到你哦，这样子，他有讲。可是我那时候整个脑袋都是全家音乐跟我在放的音乐，所以整个脑袋超级混乱的。所以我说哦好，然后整个人是放空的状态，然后往旁边移动一下，然后他就走了。好，那然后就换我结账，换我结账哦，我就把东西放在桌上，刚好是有两个人在结账，所以当我东西放在桌上的时候，那个人就开始帮我刷东西了。然后我左边的人，这好像跟那个店员有一点讨论，可能就说啊这个东西要怎么卖，多少钱啊，我要付什么什么，我要买什么什么。然后呢，就变成我眼睛在看他刷东西的那个屏幕，我的右耳在听我的音乐，我的左耳在听那个人的对话，还有那个全家的新的音乐。然后就是一片混乱，超级混乱。我脑袋完全超级无敌混乱。之后呢，他说他还问我说，你要几点吗？我说好，我几点？然后就报了我的电话。然后我整个脑袋都超级混乱的同时呢，那个店员打错我的电话号码了。所以当我看着那个屏幕，怎么有点怪怪的？因为它是两个字倒转，就是换掉了。就有点位置不对，所以我就看着那个好像有点不对哦，可是有点不对劲哦，为什么这样？为什么？然后就一直在想，因为就是你知道整个脑袋很多东西，所以你就会有点到底要怎么办？到底就是哦，好乱好乱。可是我就说打错了，然后说啊什么什么，我说你那个电话号码打错了，然后他说哦那你再报一次，我说对，好，那我报了之后。然后他说好，然后说啊，那你按正确啊，我说我再看一次，可是因为我整个脑袋都一片混乱嘛，所以我的眼睛看着那个屏幕，而且那个屏幕那个数字超小超小，所以我就OK 对了，我就按正确，所以我就拿了那个屏幕上面显示的那个价格，拿了出来之后呢，他那个价格又突然就跳掉了，因为他有打折，所以他突然跳成另外一个号码，我说这什么数字，然后就照着给钱，然后他说你多付了多付了，然后就塞给我一个钱，我说蛤怎么，对，我就接了，我就什么东西，然后脑袋还是有点很混乱，然后我就放好东西之后，我说好啊，然后他说 OK 已经好了，还可以离开了，我就谢谢，然后我就整个一片混乱的就是眼神空洞，脑袋一片混乱的走出去全家，我就觉得我刚经历了一个什么很混乱的东西，真的是超级混乱，有够奇幻，真的是你知道整个脑袋都是一边是
一边是我的音乐，一边是全家的新的音乐，还有别人在吵架的声音。眼睛在看着那个数字，然后脑袋在想着那个人在跟我讲什么，然后一直看数字，然后我现在下一个动作的手要干嘛？我完全反应不过来，真的是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你们有试过这样子吗？请问，真的是很混乱哎。然后换今天我真的换全家，我要买什么买什么。我再看了一下我冷藏的东西里面，我再看一下我要买什么，我进来干嘛，突然就是我在干嘛，我就是走去那个冰箱里面，我要买什么，我知道了，我要取货，好，我去取货，然后取货前我要买什么，我记得了，是我要买等一下看球赛要吃的一些零食，然后去拿了之后我在想我要干嘛，然后去结账，然后他就说 OK 结账，然后就突然想起不好意思我要取货，然后他就按号码帮我拿东西的时候，我就 OK 下一步我要干嘛，对，我要跟他说我有会员，然后再跟他报电话，然后再按确定，然后之后就看着那个屏幕，好，然后就默默很努力的去掏钱，因为真的很辛苦，我今天也是整个脑袋很混乱的状态，所以我掏钱之后我就付，然后说发票传里面吗，我说好，不用发票，好，传，我当时说好 ，OK， 这很混乱，你知道吗？这整个乱掉，很乱，真的是，这是乱到不行哎，整个真的不知道自己干嘛。我脑袋真的很乱，然后我昨天睡得蛮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很累，我很乱，所以睡得很好，早上起来还是很乱，所以现在还是有点乱，就是有点 Oh what should I do God 的感觉，就是有点的，三三兔子不见了，无头神是怎样？是什么意思？真的很混乱，而且我真的很常走进去店里面就忘记我要干嘛了，真的，这音乐真的很适合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很呛的东西。救命，我在干嘛？我想到我要吃凤梨，我买了凤梨，我要吃凤梨，凤梨，这是一个意外，这是一个没有人会想到的意外，这是一个意外，我们打开冰箱有东西掉下来，这是个意外 ，OK， 意外，一路，也我要开喽，噔噔，我今天不是我在网络上面买垃圾袋，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垃圾袋好像蛮划算的、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垃圾袋，后来发现天哪，这个垃圾袋好臭。怎么那么臭？然后再看一下它是一个碳酸钙垃圾袋，然后多少会有一点味道，所以我就觉得天哪，怎么那么臭？这个垃圾袋就是好后悔，我为什么会买那么臭的垃圾袋？真的是很后悔，真的很臭，
真的很臭，我真的很，就是真的很不知道为什么，还没用臭的，对，就是它一拉出来有一股那种塑胶的味道，对，就很臭，就是很臭。哎，兔子可以吃凤梨吗？你们可以去查查看，真的很臭。三三，你们谁谁耶？都不要 ，OK。凤梨香是会刺激兔子。凤梨酵素会刺激到兔子，会吃舌头，还不要让它吃好了，不让它吃，等一下，好吃，它很喜欢甜的东西。我兔子很爱吃甜，凤梨好多汁，多粒多汁，凤梨很多粒多汁。兔子是适合吃水果，我是兔子，我也适合吃水果。嗯嗯嗯。哎呦，这个凤梨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甜。凤梨酵素的话，它可能会对它的胃太刺激。可是如果是刚好的话，可以让它顺顺的大便，然后排掉它在整理自己毛发的时候吃进去的毛。我之前，有请他吃草莓，请我的兔子吃草莓，他有让他吃了，可是我很想吃，我自己很想吃。凤梨腌肉。可以哦，为什么不吃凤梨？有什么原因吗？最近啊，很爱整个大字型趴在地上，它超可爱的，它这样子的时候超可爱的，我超喜欢，我觉得我的手指好好吃，对，凤梨可以分解蛋白质。所以呢，如果你吃的太多肉的时候，你吃这个的话，对你消化是非常有帮助的。B
的确是这样子没错。我要请的是凤梨，我现在要把这盒凤梨放进去冰箱里面，然后我要抱它过来吃凤梨。自己吃，太难过了，怎么这样子对我？不是想要给大家看他吃东西很可爱的样子啊。他现在跑出来了，他跑出来看我。小小的意外，就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意外，我咬到一颗凤梨了。哎呀，等一下，哇，这是个意外，太近了我。OK， 带大家看一下星星。吃凤梨，哇哇，他在吃草。我等一下，我太近，我是一个意外。等一下，喂，要怎么按呢？我要按，它在滴水呀、啊，凤梨不能在滴水。整个手真的，太甜了。切换镜头 ，Hello， 三哥。哎呦呦呦呦呦！三哥，三，三，你咋？哎呀，他有鼻涕。嘿嘿嘿。哎呀，好可爱呀！它在摇摇，你看它嘴巴，你看它牙齿，你看看老鼠、猩猩鼠，呵呵呵。喂，慢慢吃好不好？让大家看你吃呢，你看牙齿，有没有？那牙齿，呀，它有鼻涕，我刚刚擦不掉了，它不让我擦，它超讨厌被擦鼻涕的，擦。我擦到了，你看，湿湿的鼻涕，湿湿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
可是我上次给他，就是带他看医生，他没有鼻涕啊。怎么？哎，等等，他有鼻涕啊！等我一下，先擦。哇！妈妈妈，擦！擦鼻涕！不！干嘛哈？没事。啊，没了。啊！这是点点吗？这是什么？鼻涕。你看看吃东西多可爱，慢慢吃好不好？对啊，一只手不好，不好擦。没了，他吃完了，贝贝，哎，贝贝，好可爱哦，有没有很可爱？他头上都已经不是星星了，是菱形了。明星兔，练的呀，好帅哦！有没有？超帅的，超帅！你看那，你看他的眼睛，那个球。强迫他吃，啊！他咬了！你看到吗？你看他会把不喜欢的东西推下去，你看他怎样？你看他。那这个呢？这个呢？这个放上去，它会吃吗？哎呦！没了。那我呢？哎，啊！它大便。在洗澡。屙屎，屎屎吐，他在大便呢。先生，他不喜欢这个。
身上。他放弃了。他跟他变成朋友了，他已经变成朋友了。哦，那要躺摸摸。好了，不要这个了。哎，对不起，等鱼，他把奥西了么啊？我把奥西，乖，奥西。给你整成，快，他大便。好了，我不吵他了。看我，大便。不要，先不要。看星星照，我虽然是兔子，对，我是兔子，可是还是不要，先不要。别。哎呀，哈，按到，笑死！你们知道我是开玩笑好不好？真是开玩笑，我才不会让大家看我呢！救命，怎么可能让你看？白痴哦，真的是这个真的好臭哎，真是好臭的、你看那个这种。它是很厚，没错，对，可是也是很臭，又厚又臭，各有各好，这有好有坏，就是它有点这样子，你看到吗？它那个材质吗？很厚，可是哎，不是，它连平常碗它也不喜欢那个方块。那个方块是给他磨牙，可是他不喜欢磨牙，他是很喜欢咬纸，用咬纸箱去磨牙，可是就不能吃纸啊，对吧？总不能吃纸吧，对不对？我一直在搞他，星星很可爱，可是平常我不会强迫他跟那个方块一起玩。对，就是放着就好了，就不会管。可是味道不好。准备，森森。森森，让你出来玩。星星好可爱，这什么味道？我不知道，你们去买好不好？你们去买，陪我好不好？哎呦，快去买！你们陪我，我给你们。这个包装，我刚刚有够丑，我刚刚好丑，可是它真的是太臭了。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买那个柠檬口味柠檬味乐事袋好了。就不要，对，你们要不要买一样的？各位，对，就是要不要买看，陪我好不好？陪我闻。
要不要？你葡萄其实是什么口味？口味，等下口味。它是很环保的，就是环保的材质，可是它的味道真的有点。真的，哦，他居然还有两卷！哎，陈思雅生日会要不要去抽这个抽奖？这是显迪西送出的礼物，他说想要大家闻闻看这个垃圾袋。对，要不要陈思雅召唤陈思雅？召唤陈思雅方法，陈思雅 ，OK， 他来了 ，OK， 嗨，陈思雅，要不要来抽垃圾袋？我也是，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好了，就要不要？可是我觉得臭跟环保，我会选择环保，对，所以多臭我觉得环保比较重要，对，就是在陈思雅生日的时候，我会送出这个特别的礼物，就说：“我知道你家最近好像蛮缺的是袋子，所以我就会说：这送你应该蛮实用的吧？这样子，对，所以这很就是陈思雅，你要垃圾袋吗？你需要吗？还是我拿去公司啊？噔噔噔噔。”哦，走音，再一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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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送他垃圾袋，而是买他一份我送他的礼物，然后内赠，一个垃圾袋，就说：你可能最近家里缺垃圾袋哟，我这比较贴心，送你这个垃圾袋，很环保，我们一起来支持环保，对，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款垃圾袋虽然这味道比较重，可是它是比较厚的，就不会比较容易破，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用用看。说真的，对，心意比较重要。OK。我等一下打游戏，打游戏，他是游戏，显迪奇，天迪奇，星星，我在干嘛？陈思雅，大家好，我是陈思雅，呀，打开后退的话应该不会吧？忘记展开聊天室，难怪我刚刚想说为什么我字那么小，
看不懂，看不懂，为什么？不是看不到，看不到，为什么那么小？原来是我自己没有打开呀。哎，我觉得公司缺垃圾袋，所以我可以去，我可以拿去公司，对吧？嗯 ，Yes， 呀 ，baby， 咪呀 ，baby。Mia baby， 还记得成长的 Mia baby。大家好，我是每天给你满满的施压的 Mia baby， 乱改成长的 catchphrase。我说成长是 Mia baby， 呀比呀比。咪呀咪呀咪呀 baby， 成长名字好好玩。我是学习，成长是咪呀咪呀咪呀 baby， 我是学习。林星林鱼星，因为他叫林鱼，这下雨的时候可能会淋到雨，所以林鱼星。然后小心，刘小晴，喵 baby 黑历史，还好吧，永远不会比我的那个什么黑历史，比我的那个灰心仔黑，哎，那灰心啊，笑死，不是啊，看一下，这我觉得做人是需要一点，就是自招，就是。哎，就是有什么笑一笑带过就好了，没事 ，OK， 没事儿。短头发，我短头发嘛，还好吧。嗯，要我哭哦？对啊，猪心当，你真的是完全真的是很好用啊！谢谢你愿意就是被，就是愿意让我拿你出来玩。拿一点影片出来玩，对，高级幽默，像紫原丽乃一样，前辈一样，真的，我懂。哎，我真的很多黑历史，可是这没关系，没差了，这种东西，又不是当偶像一辈子，对不对？啊，这种人呢、啊，大家就是人，大家每一个人的人生都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很多的历险，很多的冒险记，好像就是很多很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没什么，就是人嘛。而且我对大家也不是那种哇，这偶像，我是偶像，不是，我对大家就是哎 ，bro， 要不要来一起聊天直播啊？呀直播直播，打字，你们打字，我讲话。什么叫沙行没喝的你醉？什么意思？我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 ，OK， 笑死！紫原丽乃前辈真的是很厉害，而且我觉得自招真的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东西，而且是我觉得不会让大家觉得反感，所以是蛮好的。哇，我喝的是茶，所以讲话可能会有点沙沙。你这喝茶就让你的声音有点沙哑，这样子。快喝完了，还有一点点茶。茶水。猪心当，当当当当。哎，我之前叫猪心当，会叫你做斜心当，哎。因为我记得有几次我叫你斜心当，然后国术就跟我说，哎，不是，他叫猪心，他不是斜心。我说好，不是斜心吗？名字是斜。他说不是，你再看一次是猪心。我说哦，对，我记得上一次直播我有说一直说斜心，然后国术就留言说不是，他是猪心。你看我兔子趴下来了，为什么兔子趴下来是觉得很舒服吗？放心，三，哎。I love you。 我平常在家里没事，他在那边趴下，我会一直叫他，就是 I love you， 我爱
爱你心心这样子，所以那应该感受到我的爱吧。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这些，我的爱是怎样？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亲，我的 king， 我的 king， 我的 king。谢谢，求求你。朱新丹也躺平了，躺平了是什么意思？妥协了。朱威胁很像啊。谐星的谐星当啊，对了，他接受了，他终于面对他是一个谐星的事实。啊！他被我讲到有点躺平了。爸，笑死！笑鼠，你知道有时候金星他的耳朵会这样子插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说他是星星鼠，他那时候真的长得很像老鼠，是很可爱的老鼠。一讲到星星，我就会整个融化。谢谢煞气诶，草莓这样的比心。唉，好紧张，好紧张，为什么好紧张的？先滴，哎，我有这个发带，我很喜欢戴发带，很久没戴了。我在夏天的时候很爱戴，哎，去年很爱戴，练习的时候有戴啊，那时候一直戴，然后最近都没有再戴，因为冬天的时候好像不太适合戴发带。对的。We will rock you。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你看多好看 ！What are you alone, man, man, playing on the streets, trying to get a big bang? Someday you got mud on your face, big disgrace, kicking your head all over the place。我刚刚完全没有唱对歌词。Mud on face, trying.Be a big man someday, you got mud on your face. Make disgrace, kicking your head all over the place. Sing,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huh? We will rock you. Oh, yeah, yeah, yeah. 谢谢 CKMK 掌声鼓励 CKMK CMK， 你的名字到底要怎么念？天哪！啊，你是不是星星推？你是不是？你是二月十三号出生的？救命！跟你说，二月十三号出生的人真是天才，又漂亮，又厉害，又温柔善良，又可爱，又可以当偶像。说 CKMK 要不要来当三起身？要不要？不要，不行，因为不能跟我同一天生日。咬你！嘿嘿，天哪！哎，我真的是想跟他分析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呢，我有看到林雨欣，她有好像有直播上面有讲到，就是很多的 AKB48 粉丝呢，都非常非常喜欢看到偶像的成长。然后呢，通常这种喜欢看到成长型偶像的人，就会待得比较久。没错，的确我也十分同意。因为像我就用我来举个例子，因为就是也有讲到嘛，就是成长型嘛，从零到哦，妈妈会化妆，会跳舞，会唱歌，哇，整个从零变到完全体，就这样哇，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很自豪哦，看着女儿长大的感觉。可是呢，显得其实都比较少这个 AKB48 的粉丝，为什么呢？就是原因是因为其实说实话，我刚刚一进来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化妆，我都比较会唱歌，然后我就是一个接近完全体的一个诞生，所以呢，比较喜欢成长型偶像的粉丝就
大部分都是 AKB48 的粉丝嘛，所以呢，但是就可能会没那么喜欢我，原因就是我原本就是一个半完全体，所以呢啊，就是真的是我自己的 AKB 粉丝是比较少的。我虽然你们听我这样子说，这个语气可能会有一点轻浮，有点轻佻，不是这样讲，是因为我想要字正腔圆的去讲话，所以呢，我就这样子讲。可是真的说实话，因为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比较会唱歌、会化妆，然后对表演也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人，所以其实对一开始可能比较喜欢成长型偶像的人来说，我是一个比较不太会被喜欢成长型偶像粉丝的人受欢迎的人，你懂吗？对，你懂吗？对，是这样子，没错。可是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成长，可是我成长方面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心态上面的成长，所以其实就是比较有深度的东西大家可能会看不到啦。我懂，其实没关系，熟悉我的人还是会知道我有心态上的转变，所以这其实多少都有一点点就是不一样啊。这可能大家的刚开始的起步点在这里，可是我在中间，所以他们成长幅度会比较大，可是我成长幅度就会比较少，这样子，你懂吗？就他们可能是这样，我就可能是从这边慢慢的往上，所以那个成长幅度就比较少一点，没错。就是要用心去体会。我没有长高，我一进来就是165了，这是165，完全没有成高，成高。长高、成长跟长高混在一起变成高，这星星是成长型啦，对，它从小小的变这样子，可是我是从半型到完全体，对，所以对一些可能比较喜欢成长型偶像的人来说，我就可能比较不是他们的喜好啦，对，可是我觉得很好的是我能够吸引到一些不是我们 AKB48 原本的粉丝的人关注到我们，然后又知道 AKB 这个团体，然后又喜欢上 AKB 的精神，所以就还蛮感谢的，对，也不错，感谢。可是我觉得我刚刚这样子讲好像有点那个语气部分可是好像可以调整一下，对不对？就是呢，再重复一次好了，不然别人把这个剪出来我都可能就是会被说他怎样这样子讲话，这不是再重新讲一次，就是呢，很多 AKB48 的粉丝都会比较喜欢看着偶像一步一步的成长，就是像可能一个不会化妆、不会跳舞、不会唱歌的人成长到一个完全体，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啊，然后会唱歌、会跳舞、会化妆，就是从零到这边变成完全体。可是前期的话就是从半完全体开始成长，因为我本来就会化妆，本来就会唱歌，然后跳舞可能本来就会一点点，所以就从我的起步点就在中间，所以就比较喜欢成长型偶像的粉丝，就比如说 AKB48 的粉丝，就我就可能不是他们喜欢的型，对，因为我的起步点不是在这里，而是在这里，对，所以零的就是从零成长到100的偶像呢，他们的成长幅度会比较高，然后我呢的成长幅度会比较小一点，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半完全体这样子，对，就是我本来就比较我技能开发的比较多吧，就是唱歌、跳舞、乐器，还有语言的类型，对。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可是如果这样子能够吸引到不是 AKB48 的粉丝的人喜欢上我们，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我觉得。就这样，星星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啦。
好了，等一下就打游戏嘞，打游戏努力增长自己的专业技能，游戏的部分，嗯，一直都喜欢我，谢谢声韵，声韵也是喜欢我很久的人了。我没有说喜欢成长型偶像的人不喜欢我，我没有说这个，是我只是说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比较喜欢另外一种的，可是小部分的人还是会喜欢我的，对，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不要搞混我的意思哦，嗯，为什么突然很严肃讲很清楚，因为我觉得慢慢找到自己的对于团体的作用，对于团体的好处，也是一个自我认识，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真的，嗯，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对，刚刚吃了凤梨跟喝了茶，有点小小锁喉。嗯，没错，这很重要，这个东西，自我了解很重要。谢谢 Sam 的真情告白。那你们说 ，Sam， 你说你原本是不是 AKB 的粉丝？你应该不是吧？你看，你看，你看，真的，明白自己、了解自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李猫头原本也不是 AKB 的粉丝啊，对不对？嗯，你看，你看，你看，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俊生原本也不是 AKB 的粉丝，对。人生课题就是不断挑战新的东西，不断了解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视野，对。哦，声音原本有追本家，然后为了抵回来，哎呀，你看，你看。对，我知道国树原本是 AKB 的粉丝，可是国树应该不是喜欢成长型的吧？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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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哎，希望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可以更加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啦。嗯，对，我知道国树是 NMB48 的粉丝，我知道。我们都大家认识那么久了，对不对？你看颁奖，颁奖不是成长系的粉丝，我也不是成长系的粉丝，我是像怎么说，我是，你可以说我是喜欢。我是喜欢颜值的，对，我是有点喜欢漂亮的，嗯，对，我是比我漂亮的我才喜欢啊，是呀，是小樱花，看笑看笑，对，我就是喜欢比较漂亮的，然后第一眼就是我是凭感觉，哦，第一眼她很漂亮，我喜欢，我就喜欢了，对，是像小樱花。那个 BNK48 有一个成员叫 Hope， 你们可以去看看 HOOP Hope， 然后可以去看看她，她很漂亮很可爱，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对，我喜欢的型通常都是长得比较漂亮可爱甜美的，然后个性的就大岛优子前辈，对。谢谢爱之抽风的甜蜜爱心，还有小叶的浪漫玫瑰，我龟龟玫瑰玫瑰玫瑰 Rose， 好了，但入坑会先看成员长度较高，成长度较高的选拔成员也很合理，没错，也很合理，这个非常合理。
三美喜欢漂亮的，难怪你在这里啊！我很开心。玫瑰，玫瑰，我还起，我开始，等一下，开始卡痰了。谢谢爱子秋风的甜蜜爱心。就是人生要不断挑战新的东西，认识自己，展开你广阔的视野，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想做的事。人生苦短，那为什么不多享受人生呢？对不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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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上班也加油。明天上班也是明天的一个新的大挑战，所以你明天的挑战就是做完所有的工作，哇哦，这样就完成一个人生大挑战 ，OK？ 懂吗？懂吗？把握当下，对，做完工作之后就可以下班吃饭，超爽，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然后可以马上回家睡觉，洗澡睡觉，舒服。躺在床上面滑滑手机，哇，显得起，哇，再滑，哇，显得起，赞赞，这样子，哇，舒服。不要一瞬间把你们拉回现实，耶把你们拉回现实，现实，现实，没事啦。我会制造很多的，很多的梦幻的现实给你们。好了，那今天我想好好讲话，我要好好讲话，喝个水。OK， 加油大家！今天的直播就应该到这里了。然后到这里呢，我要干嘛呢？就是我觉得，我想要看一下兔子特效，因为它太可爱了。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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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加这个，加那个发带，这样才会很搭，这样超搭，很搭，很搭，搭搭滴啦哒。I'm okay, you okay, everybody okay。这是彩杰的那个蝴蝶结的那个首饰，超可爱的。谢谢谢梦如的小鸡帮帮，我等一下要去打 Apex OK。 为什么会有痰呢？不想，不喜欢有痰。先念排名第二十名的是班长，谢谢班长。第十九名是 Derek 韦，十八名是小方仔。什么头像？你换了头像，酷哦。第十七名的是勇哥，十六名的是嘎比，嘎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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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名的是六七六七，多谢六七。现在第十四名的小叶，谢谢小叶。第十三名的是 Sam， 谢谢 Sam。第十二名的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十一名的是 Red 艾迪。第十名的是 Joe， 谢谢 Joe。 第九名是朱新刀，谢谢朱新刀。谐星刀到底是哪个当当？第七名是班长的好朋友契儿。为什么会讲到班长？为什么？谢谢契儿第七名。然后 第八名是鸡，我居然为什么 skip 了这个鸡？谢谢鸡。还有第七名的企鹅，可能因为你们这是温柔型吧，一定是，一定是。现在第六名的圆滚滚，谢谢圆滚滚。现在第五名的抠太郎 ，Doctor 抠太郎，哎，很可爱耶，谢谢抠太郎。
第四名是 Annie Junior， 谢谢 Annie Junior。第三名是玉安，谢谢玉安。第二名的是阿晨，谢谢阿晨。阿晨是小恐龙，小恐龙，小恐龙，小恐龙。现在第一名的爱是秋风，谢谢羡慕鱼的小鸡蹦蹦，还有爱是秋风的极速浪漫旅。扣太郎第五名哦，我刚刚讲了什么？谢谢第五名的扣太郎，第四名的 Engineer， 第六名的圆滚滚，第一，等一下我要讲错其他吗？第三名的玉安，第二名阿成，第一名的爱是秋风。现在又换了，那个排名一直换，一直换。我一直闻到那个垃圾袋的味道。你知道喷香水要喷哪里才会比较持久吗？我跟你们说一下，你知道吗？喷香水要喷哪里？谢谢小凤仔的吃货会员，这是一个非常 IQ 的 IQ 题，不是手腕，不是手腕，不是脖子，不是，答案就是鼻子，对，喷在鼻子上面，哇，好持久，哇。鼻子是答案是鼻子，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觉得啦，我的话我会喜欢抹在脖子，因为我抹在这里啊不会太浓，我还可以自己闻到。对，而且我流汗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香水味会更厉害，它不是汗味，它是香水的味道，所以我很喜欢抹在脖子。闻在鼻子最持久啊，持久，持久在。噔噔噔噔噔，有空可以多来看我直播。谢谢大家。鼻孔里面在笑，笑死！那大家那个，还是不要把香水喷在鼻子里面，知道吗？刚刚那个是 IQ 题，是比较就是有趣幽默一点的，那不要真的喷在鼻子，我怕大家会喷在鼻子，好吧？那我要下咯，拜拜大家，辛苦了，明天也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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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好啦，大家晚安 Peace out。